一头一光照着金针菇条条吃通梅，朕这才知道这金针菇整整吃一通梅，先给这金针菇给他分分，这好像这刀法师傅跟着晚上的小闺女学，你都说分着美不美？蒜弄刀拍拍给他剁成蒜末，尽量给他剁碎一点，小米椒也给他切碎，先给泡好这粉丝给他铺到盘里，再给这金针菇铺到顶，汽油烧锅，油热给这蒜末小米椒兑里头，炒香了加生抽蚝油盐鸡精白糖调味，不浪两下尝尝甜咸，包学我烧你爪子可不怨我，这蒜蓉酱不是都妥？搁伺候这蒜蓉酱平乎乎泼到这金针菇上，上边盖上盖，嘟嘟蒸它十分钟，蒸好撒点葱花，滴拉点这蒸鱼豉油，最后烧一勺热油，呲啦一浇，么这不是都妥？你都说这美不美？美了你还也整啥？赶紧抓住屏幕对一对。